玩特集时间11:59，時間12:00，今日8月3日星期六，呢日係我生日。我記得喺前年2015年8月3日嗰日，我去咗尖沙咀嗰間放題，但我唔記得嗰間食咩嘅。而前年2017年8月3日嗰日，我去跑步，跟住之後同咗出邊落緊，途中我跑到我跑到河边嘅天水嗰度，跟住忽然间落紧大雨，正系我哋嗰区，跟住落烫计，又猛咁行嚟闪电啦。而2016年嗰日，我又食晒牙，除咗呢样嘢之后，我讲第二样嘢先。民阵的8月3日游行，但被警方反对，上诉之后都被驳回，于是民阵宣布听日8月3日的游行集会会取消，但仍然网上都有人呼吁听日都会出街游行。咁佢话亦都留意到网上有人就发起用一啲致命嘅武器袭击警察，包括電槍、手槍、弓箭、嗰啲釘槍，呢啲致命武器好簡單，一槍射死人。所以話基本上就住呢啲嘢都要提高警覺。我想諗下。如果聽日有遊行，佢話會認真，真係會將個暴力升級噶嘛？咁有可能警方都會出水炮車，因為已經升咗級之後，佢話已經變咗個大型騷動。望咗新聞，我覺得，我覺得今日8月30日好似係好多人都話今日係小鳳姐出動嘅日子，點解咧？因為警方今日同琴日總共拉了9個人，分別是前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，跟住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，同埋香港眾志委員周庭，跟住區議員唔知咩瑞宇唔記得咗，跟住鄭松泰嗰、那個孫耀南。跟住新增咗就係歐樂軒同埋譚文豪被捕，都係涉嫌反修例活動裏面啲罪行。跟住之後，當個個知道咗有9個人被人拉之後，跟住民主派開記者會就話：咁係白色恐怖。但我想話，點解民主派每次講嚟嗰日都講過呢啲嘢，又話白色恐怖啊，又話激發更多啲人上街？好簡單，就住。就算今日咁樣話，警方駁回民陣嘅遊行，跟住唔遊行啦。但後屘民主派記者會就話，咁樣只會激發更多啲人上街，但次次都呢句喎。次次望到警方駁回遊行嘅上訴，但佢話激發更多人上街。咁但係佢話，咁我哋聽日即係民主派嗰班人會喺港島度出現，但係我哋唔係煽惑嗰啲人出嘅去遊行，但係咁講就啱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好似有一個盲點你冇睇到嘅，就係望到民主派記者會後面
有六隻字，八三一港島見，即係意思係話會唔會即係會煽動咧？後面嗰六隻字會唔會即係講中曬答案咧？基本上。次次都係呢幾句，還睇唔睇？我都比較期待星期一9月2日嗰日拖日，到底早會嗰陣真會有乜嘢發生？因為我望到。我哋學校嗰個反修例嗰個關注組，即係 IG 嗰個啊，而家都望到有好多 IG 嘅新嘅用戶，全部都係啲學校嘅反修例關注組，即係有元朗公立啦，有創校位置咧，我哋學校啦，跟住德仁咧，跟住天官，邊度都有。而家都響應咗有92間都參與罷課。跟住佢話9月2日將會無限期三罷，即意思係咩咧？好似八月五咁樣罷工、罷學、罷市咯，搞爆作運動咯。但係唔知點解話覺得2019年仲多嘢多過2017年嘅，唔知點解。就住，但係佢話港鐵不合作運動，咁但係望到新聞，今日港鐵已經向高院。申請延長臨時禁制令，禁止啲人喺港鐵範圍裏面干擾鐵路運作。因為之前咁多示威裏面，有人就塗污車站，跟住鬧職員，跟住損毀設施，咁基本上都要設立。如果即係佢話禁制令已經差唔多嘅開始啦，如果臨時禁制令開始生效。咁你仲搞不合作運動嘅話，警方會拉你，拉啲咩咧？就會以涉嫌你藐視法庭罪被捕，因為呢個係高院嘅 order。但如果你唔遵守嘅話，損失嗰個只會係你自己。但係基本上我都還得，即係不過講咁多嘢都係比較想睇咧。即係我好期待開學日嗰日，組委會唔會真係人嗌口號咧？因為講得出做得到，因為我 IG 臨時立刻見到佢話。開學嗌口號，叫做好啦，約定你，咁即係話有多過一個人嗌咧。咁我真係比較想聽到底組係咪真係有人嗌口號，甚至會唔會人搞，會唔會人響應罷課？但係都係嗰句，你星期一罷課有啲蠢，因為你星期一都唔使上堂，你星期一只會即係搞一啲嗰啲處理班務嗰啲嘢，搞乜搞物嘅之類。咁你正常翻學就係9月3日之後，咁唔通係咪即係人假如無限期罷課？咁好簡單，你無限期罷課，你唔使上堂。即係佢話喺操場裏邊集會，咁基本上個個唔使上堂，喺屋企坐曬操場集會。咁但係佢話我唔會逼你參與罷課，咁呢個啱嘅，因為罷唔罷課係人係自己嘅決定，而唔係全係即係唔會班入邊一個人決定，即刻全部人去曬罷課。但係而家對於你嚟講，即係對於而家中六嘅朋友嚟講，罷課咁係完全係不合時宜，因為你仲有呢一次機會去準備 DSE。咁所以到底你嘅成績緊要啲啊，定係社會嘅緊要啲啊？你話反修例關注，咁你係咪真係關心？你係咪真係有關心過而家社會發生咩事？零售業銷售額下跌，訪港旅客指數下跌，飲食業界下跌，有好多間酒樓都倒閉。
港人的消費物價指數也下跌，這個到底你有沒有關心過呢？